他把路不懂白玫瑰，悲伤的风吹不到那香味，你羡慕我孤独的船队，我羡慕你总会有人陪。网吧通宵自律，在我的豪华五手车被冻醒了。现在的话是下午的1:40嘛，今天绍兴下雨了，直接被冻醒了，醒了就不睡了，好久没下午睡醒，肚子饿了，刚才点了个外卖吃，属实有点饿了啊，起床吃个饭吧。今天的话寻思来绍兴，我去旅游大学，这帮朋友兄弟们该买喝不完。昨天不是拍视频嘛，有绍兴本地的，认出网吧名字来了，然后直接去网吧给我送的东西，送的烟，太感谢了。起床先点一盒东鹏的话先放着，我留着晚上喝吧，晚上咱又减少水，减少支出了，是不是这两天留着晚上。现在就喝点热水，然后吃什么，先点一颗。谢谢点了一个铁板鸭，我这水太多了，怎么过去。这铁板鸭看来还真挺不错的，我有劲儿嘛，然后优惠了10块钱，还挺便宜的，看着是嘎嘎香。先来一口，我先尝一下，我说，味道确实可以，踹子一个吧，踹子一个，大中午的踹子一个。开始开始，刚才已经吃饱饭了，在车里躺了一会儿，现在今天的话就不洗头了，因为等会的话我想理发，理发的话就不洗了，今天刷个牙吧。这洗面奶我刚才放在那个厨子里吧，找到个洗面奶，今天刷个牙，用洗面奶洗洗，好吧，主打也干净了。也该理发去了，奔奔。哇，这水积水太多了，都不好走，好像现在下的不是很大。兄弟们好，现在是晚上的8:05，吃完饭然后又在网吧玩了会儿，太饿了，点了个猪脚饭吃。现在的话外面也不下雨了，周一真看得出来，现在上网的人还是挺少的。今天就吃个猪脚饭，吃饱了开始今天晚上的快乐生活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好吧，8点，好吧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马卡马卡。